食安，要食安，拒台独，拒美中，拒美中，要食安，要食安，拒核食，拒核食。民进党不倒，民进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台湾不会好。演的前戏，所有的母亲最关心的无非就是食安的问题，还有现在台湾的少子女化特别的严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政府在编列前瞻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把这些议题放进去。国民党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希望既然编了8800亿，应该要把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尤其我们很多的妇女，现在几乎都是职业妇女，如何给孩子一个未来更健康的一个环境，还有让我们的在职妇女可以在他们的职场上，包括在家庭都能够做到一个更好的照顾。所以这次呢，我们主张要把少子女化还有食安的一个议题能够从政府的预算当中去扩编去增加，那么我想这才是真正达到前瞻未来的一个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发起全国游行的一个活动，希望透过我们的声音让民进党政府可以听到，那么如果他可以具体的回应我们具体的一个诉求，让妈妈在未来可以更加的好的环境培育我们的子女长大。